aqui.小心！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受伤？没事就好。现在溜冰场里没有其他人，你不用这么紧张。我也没问题。好，为了让你安心，我会乖乖配合，让你检查。不过，你现在得先起来。你一直压着我，我没办法。现在，你可以开始了。你刚才摸的脚踝那边不痛。现在这里也没事，对，你碰过的地方都没有觉得不舒服。我为什么看着你一直在笑？我只是看你紧张我的样子，心里很满足。怎么突然离我这么近？要做什么？是身上要检查吗？好，我维持这个姿势不动，你来。原来只是护具歪了，这样就结束了吗？可是我觉得你的检查不够彻底，要进一步才行。为什么盯着我看？最近买了新的面膜，想帮我敷一张试试。好，我以前没试过，可以试试看。需要我怎么做？先坐下来，然后把头发拨开吗？你的手在我脸上不断推是，把细胞挤出来才能更贴合吸收。原来是这样。没有觉得奇怪，冰冰凉凉的感觉加上你的动作，舒服。现在只要等待就好吗？还是有其他要做的？要把多余的精华液涂在脖子上才不会浪费。好，我稍微抬起头，你慢慢来。有东西流到耳朵那边去了。好，我不动。轻点，有点痒。好了，现在可以了。不过你的手上好像沾了很多，你之前说不想浪费，那我来帮你吧。